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7年9月5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7月15，中元节。希望大家多多念经啊，好好的让自己心啊能够聚静沉淀，不要整天在这个忙忙碌碌当中啊损害自己的慧命，为名为利啊，这个真的会损害自己的慧命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傅。你好，师傅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啊，谢谢。嗯，麻烦师傅帮我看一下吧。我是1976年的龙。想看什么讲吧。身体。腰这里不好，腰。腰啊。嗯，还有。对对。还有妇科不好。嗯，妇科不好，嗯，嗯，肠胃，嗯，肠胃，啊，嗯，对对对，还有关节，嗯，关节，对，我的脚有一些不好，嗯，你最大的问题还有头痛，嗯，头痛，失眠，嗯，对，以前是，现在念经好，好多了，我告诉你，失眠很厉害，啊，记性差了很多，记不住什么事情，对对对，嗯。对对，你一定要晒太阳，你现在身上缺钙啊，缺钙啊，缺维他命 D， 嗯，啊，那我吃点钙片可以，自己要当心了，哦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人呢，哦，精神上受过刺激的，嗯，嗯，对对，哎，啊，你要特别当心忧郁，明白了吗？忧郁，哦，嗯，对对对，是的，嗯，就是这样，好吗？嗯，问一下师傅，我那个超度那个小流产的小孩超度走了吗？流产的小孩啊？对。嗯，我看看啊，几几年属什么？再讲一遍，几几年属什么？76年属龙的。76年，76年属龙。啊，走掉了。走掉了。嗯，好了，自己要正心正念，不要乱想。你这个人乱想会得忧郁症的，明白吗？对，我意念特别多，我念经的时候老是乱想，老是想想这里，想想对，不要讲，不要想啊，好吧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能再讲了啊，再见了。请问师傅，我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一直念，21张一波。先连续念7波，好吗？嗯，啊，对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再讲了，没时间给人家了。好了，已经看两个了，不能再讲了，再见了。嗯，再见再见。很多人就是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走不出来，他就很容易忧郁。这最大的问题啊，这个靠自己有时候很难走出来，那么靠别人跟他劝劝他啦，那有时候又不到位，那么最好的就是念经的人，他会有一种菩萨的力量，会让他自己的意念会转变，会让他啊增加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。因为我们现在心里啊基本上都是啊负面的生活啊，整天的怀疑别人呢，啊，难过啊，啊，痛苦啊，全部都是负能量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负能量很足的时候，他就会忧郁，他会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，所以他就会想不通，难过、忧郁、痛苦啊，恐惧啊，到处怕别人伤害他们。所以这就是啊，忧郁症。所以希望大家学佛就是要去除这些。喂，你好。Hello？ 啊，你好。Hello？ 啊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台长。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嗯。台长你好，啊，好开心打通电话了。啊啊啊。台长你好。你好。我今天是看图腾呀。看，你讲吧。啊，我是啊，1988年属龙的。啊，属龙的，嗯，八八年。想看健康。总的来讲呢，这个
人稍微虚一点，早上浑身无力，是的，腰有点不好，还有两个腿啊，没有力量，脚冷的，脚发冷，还有要注意的，就是右半边，现在会有点发麻。右半边，右边，特别当心。对，叫手呢，手有一个麻的。对，哎呦，血凝度太高。哦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自己啊，吃东西一定要当心啦。你吃全素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吃了，许愿了，也吃了。吃了多少时间了？大概有四个月多。一说在许愿之前，我有吃尝试四个月的全素。啊，你记住我一句话，就是鸡蛋也要吃的少一点，蛋黄吃的少一点。哦。好吧。好的。还有啊。要想右腿有点发麻，左手有点发麻。是的，然后头皮也有点发麻。尤其疼的时候。我告诉你，血上不来。我问你一句话，好吧，你就知道了。有时候上卫生间的时候坐的时间长了，腿会不会发麻？会。为什么知道吗？血下不去了。听得懂吗？血下不去了，腿就发麻。你现在的左手发麻的话，就是因为你的大脑的血下不去，就跟人家发脾气一样的。当一个人在发脾气，血往上冲，脸红脖子粗，这个时候你的心脏缺血，心脏就会显示出不正常的跳动，所以人家说一发脾气心脏就不舒服。你现在是手发麻，就说明你的这个手左手缺血，心脏一定也跟着缺血，因为左手连着心脏。不知道啊，不懂啊。好了。那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小房子啊，你一直念，先念64张。64张。啊，你这个人傻傻的，我告诉你，脑子嘛脑子没有，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以后。你要被人家骗财骗色，听得懂吗？财已经骗过了，色嘛一点点。所以才就是幸好，因为可能傻乎乎被骗了，所以从那时候才知道应该学习，要开始学佛学心，对心修。对了。有些人不吃苦还不知道转弯呢，当一个人撞了南墙了他才回头，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人撞了南墙也不回头，你知道吗？是哦。好啦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想看我关于婚姻。什么？想看我的婚姻。你的婚姻。你的婚姻啊，包括你的感情运，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，你做好思想准备吧，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，明白吗？而且你的命根当中有两次婚姻。两次你要特别当心的。因为我最近讲了一次，很希望我快点找到另外一半，可是我没有那个心情。因为我觉得那不叫两次啊，那第一次不是失败了吗？这个再找不就第二次啊？不叫第二次婚姻啊？傻了。这我告诉你，不要来不及找，接受教训，好好自己安静下来想一想再找。现在要找个男人不容易，要找个好男人更困难，听得懂吗？好啦，加上我家庭这样，我真的不敢接受婚姻不敢接受。那么很多人不敢接受婚姻嘛，就这么来的呀。你以为他们天生就不想结婚啊？看见自己的爸爸妈妈离婚了就怕了，
啊，自己婚姻上出过事情又怕了。对不对呀？嗯。看看孩子受到这么多伤害，很多女人就不敢再嫁了。嗯。对不对呀？嗯。好好的救星啊，开点智慧吧，来不及再找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你要找好男人很少的，自己念念经，求求菩萨，看看有没有好的帮你介绍一个。好了，接电话吧你。嗯，好吧。这台长，请问这有我叫佛塔有菩萨来吗？来过，菩萨来过，观世音菩萨来过，每次看到很黄色的灯。对呀、啊，而且还有莲花，接莲花。啊，嘿嘿。嗯尤其是念女佛的时候，但是我家的佛塔很美耶。哎，很美耶，脑子稍微灵点就好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好了好了、再见了。还想要照顾身体哦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、啊，再见再见、再见、拜拜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卢台长。你好。你好，卢台长。哎，你好，我听到了，请讲。我是1980年的猴。1980年的猴啊，请讲吧，想看什么？我想看家庭、婚姻和孩子。我看看啊，家庭。哎呦，已经有麻烦了，家庭有麻烦了，啊、听不懂啊？你听得懂。啊，你自己要学会处理关系啊，跟自己的。跟自己的先生关系处理一定要当心啊，听得懂吗？你们两个人基本上有30%是犯冲的。哦，对对对。啊，就是说经常两个人要犯冲，因为你，我刚刚看你图腾，你上辈子是个男的，所以你这个性格非常不卖账，要跟他争的，要跟他斗的，要改啊。学佛要改啊，听不懂啊。好的。你的孩子有一点问题啊，脑子有点问题啊。怎么了？有点点自闭啊。哦。哦，你看不出来啊，他不愿意跟你们讲话。他。对对对。哎，对对对，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门里。是的。哎，知道嘛就好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我要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平时要给他每天心经要7遍，坚持。给他念心经7遍。啊。小房子给他念，一共要念128张。放生多少条？放生2000条。给他放生2000条。对，慢慢放，不着急，好吧？啊、哦，那我好也有点抑郁症啊。你呀、啊，我看看啊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80年属猴。啊、哦，啊，你身体也不好，啊、哦，你这个忧郁症跟你身体也有关系，你的情绪受身体的影响很厉害，哦、身体一不好你就想不通了，哎呀。啊、哦，对。啊，你会觉得很痛苦，觉得做人没意思啊。对对对。啊。对对对。啊，这就是身体影响你的荷尔蒙，啊，因为你身体不好，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，所以影响你的内心，会想不通，啊，会觉得活着怎么这么难，而且你这个人过去受过刺激，感情上，对。啊，所以你自己要想开一点，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你用不着担心的，因为你这个节已经过了，因为你过去被人家感情上有跟人家过去谈恋爱谈得蛮好的，结果有过一个很大的创伤。对。所以你这个就是给你造成了心中的阴影，所以你赶快念心经啊。我一直在念。心经不停地念。心经要念多少？
心经每天至少念27遍。哦。往生咒还要念。然后，往生咒多少？往生咒要念49遍。每天吗？对，因为我看见你掉过孩子。嗯。我没有掉过孩子。呵呵，你没有。嗯，你边上有人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自己不知道啊。哦、啊。啊、哦。自己想一想有没有这种情况？这个正常的生理期很长时间没来了，后来最后来了，有没有啊？嗯，没有。在你的左面肚子这里一个小孩，所以你的左面就是、啊、就是那个。就是那个左面啊，就是那个脾脏这个地方啊、哦、经常会有点疼痛。哦。还有左腰。哦。有没有啦？哦。哦。腰会有点疼。啊，左面是不是啦？我也不是左面，就是有时候腰会感觉很疼，就是整个的腰部中间嘛。对，还有脾胃，就脾脏。哦，啊，这就是那个灵性，小灵性。我不管你，我不管你怎么讲，你以后想起来，经常有人想起来再跟我说，哎呀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把它超度掉。哦。43张小房子。43张。啊。还有。就43张啊。晚上我可以叫这小家伙来看你的、哦、是个男孩子啊，半边脸都没了、哦、现在半边脸都没了。哦哦妈呀，哦，你看看看。哦，我每天读心经27遍，往生咒49遍，还有给他做43张小房子是吧？嗯，对了，给他念，好好念。我自己不用读。我的抑郁症严重吗？蛮严重的，嗯。然后得堵多少张小房子？你的忧郁症主要是已经影响到你的思维了，因为你的现在的思维反应特别慢，你对每一个事情，对对对，到了你脑子里，你会要想半天才会回答，或者再想通、再想清楚的，嗯。对。你知道跟这个小孩子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不太清楚。不太清楚了，脑子坏掉了，你说。哦，这个可能吃，哦，这个可能是吃避孕药吃的吧，没形成正式的胚胎。嗯。我也不太清楚。你记住了，避孕药吃了也会，它不是形成，它刚刚形成就被药打死了，其实上已经是一个灵性了。嗯。明白了吗？哦，他是个，小男孩。然后我主要想看一下我的。我需要读多少小房子？多少多少多少？有的念了，像你现在要把忧郁症念好，大概要念460张。460张。哎、嗯，还有啊，他然后放生多少条？放生要念，要放2800条。2800条。慢慢放。哦。台长现在看到你比过去发胖了，你人发胖了。对，我感觉有排便排不净的感觉。对了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跟我记住一句话，再三我刚刚跟你讲的、哦、在你的左腰上那个小鬼，它就在你的脾脏，所以你吃东西总是觉得好像、哦、啊不消化，总是觉得吃了之后好像还难过啊不舒服啊，就是吃了之后感觉不饱。对了。有时候特别爱吃东西。我跟你说，已经忧郁症了。嗯，大脑这个神经系统紊乱，造成了肠胃的那个神经系统紊乱，所以才会你感觉。我现在吃药，我还用吃药吗？我觉得你应该多吃点那个吧，香砂养胃丸，把胃弄弄好，脑子要多念经。你这个是文的忧郁症，不是武的，听得懂吗？文的是什么意思？文的是不会打人，不会骂人的。哦哦哦。武的忧郁症会打人，会骂人的。是吧？对了，听得懂了吗？我老爱躺着。
然后感觉心脏不太好似的，就是老爱在家老爱躺着不爱动、嗯、越躺越愚痴，越躺越爱躺，越躺越爬不起来。我告诉你，四肢慢慢慢慢就会、啊、就会衰退，就是这个功能就会减退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坚持自己锻炼爬起来。我还能瘦下来吗？你脑子坏掉了，你给我站起来，你才能锻炼身体才能瘦下来。你天天躺着吃吃睡睡能瘦下来吗？哦，听不懂啊。然后我想看看我主要想看看我的婚姻，我俩还能不能继续随缘吧。他现在已经，他对方已经对你已经有很多的意见了，意见大得不得了了。他觉得你像个废人一样的。他觉得我像个罪人啊。废人，没用的。废人。嗯。没用的。嗯，你自己。那我俩。念经呀，好好念经呀。哦。结婚了没有啦？结婚了不啦？啊，结婚了。结婚了吗？你好好的念经呀，给他。给他念什么呀？哎，我的妈呀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会念经吗？会。给他每天念心经。啊。九遍。嗯。好吗？给自己念心经。好。要念。嗯。49遍。嗯。好吗？站起来。孩子就念那些遍就好。好好的念经。啊。你现在就等于问医生吃了这个药会好吗？你吃还没吃，你怎么会知道不好啊？好好努力啦！你的忧郁症必须要靠自己解决的，明白吗？不算太重。就念460张小房子。对，放生280条鱼。想得通。2800条鱼。嗯，好吧。好，已经脑子好很多了。好了，没时间了，结束了，不能跟你再讲了。好了，再见了。那孩子会好的吗？都会好的，都会好的，要好好念经，听不懂啊？好了，再见了。对，好好好，再见，好了，再见。哎，所以现在大家想想，忧郁症多可怜啊，加出来的最后一个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哎呀呀，台长了，台长了，赶快，时间是没有了，赶快讲。我女儿发梦呢，这菩萨倒下来出血啊，两个菩萨。哎呦，这个不是太好。九六年啊。你女儿发梦是你们家的佛台菩萨倒下来出血是吧？是两个，一个观世菩萨，一个佛台呀、啊。哎呀，知道。那个样子的不是我们菩萨，刚刚的我们真的两边都出血一个。哎呦，你赶快念，那个、每天念。观世菩萨也是倒下，倒下。啊，还有斗战胜佛是吧？你们供的。是，斗战胜佛的那个脚来了。这出血，那个菩萨那边呢，这也是道歉，那出血。家里有灵性。不是，我女儿很害怕。家里有灵性。装箱的不敢。赶快念49张小房子。啊、家里灵性。对，49张小房子。啊，是。好吧。那又求那个法师的小房子呢？有没有不行？有没有问题？又问着这些问题，有没有这个？我没看到，我不知道。你最好自己念。49张小房子又不多了。是，我们有的，积极的。自己念。我女儿的大灵性啊。自己念。是有啊，我女儿的大灵性啊。我就告诉你。也很厉害呀，不。对呀、啊。现在我告诉你，你只有重新设一个我们东方电台的观音菩萨的佛台，好好求，你不要自己再乱弄了，你自己东设东求，东请请菩萨，西请菩萨，有的时候菩萨不来的话，其他灵性会来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是东方台的菩萨在后面，我们的放前面那两个菩萨、啊、这样摆。哎、你自己好好的念吧，我看看我女儿的有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四十九张小房子，好好念吧，好吧？是是，我女儿呢？一个大灵性走了没有呢？还在。个眼睛痛啊。对呀、啊，就在。个业障。不单单是眼睛痛了，喉咙也痛。还是是是啊，是是是。看那个专科的不行了，没有用，腰都不行了。你赶快给他念八十四章。是是。好吧。他这样呢，他感恩台长啊，真的。好好念经。真的菩萨保佑他。好吧，你自己帮他放生，要放生放200条鱼。要我各个月的去放生的。啊。你求观世音菩萨、啊、许个愿、啊、你们家里你现在吃素了没有啊？吃了吃了，我两个都吃了、啊、我女儿同我都吃了、嗯、你女儿的灵性84章念完之后就会走掉了，好吗？嗯啊，感恩台长了，感恩台长了。好了，这不是这感情的会事了哈。嗯，没事的，感情问题早就现在每天都剪一小、啊、头发。嗯，我告诉你，感情问题他已经过来了，他已经想通了，主要是还是灵性。啊，好了，再见了，感恩台长啊，再见。哦，感恩台长啊，再见，感恩台长，感恩观世菩萨，感恩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。